你可知道夏蝇有三宝，分别是白蛾、蚕桑与黑豆？若不知道也没关系，相信来一趟夏蝇区产业文化展示馆，会让你对于夏蝇这个地区的文化耳熟能详。由旧仓库改建而成，以夏蝇三宝为主轴的文化展示馆，分别介绍这里的生产、生活与生态等的产业文化，其中更设有实体展示大模型，让大家可以仔细一览，蚕丝从无到有的过程。此外，还可以看到这里的员工示范手工拉制蚕丝被，如果看得手痒痒的，也可以加入他们，一同体验拉丝的乐趣。